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就是这个，噠噠，好，我们四月份的揪团里呢，我要送这个 AirPods 2，就是最新的这个东西。好，这也是今天就是好像各大部落客他们都在分享这个 AirPods 的这个消息。对，那我们也不遑多让哈，我们不只要介绍，我们还要把它送给大家。对，这个是还蛮有趣的。那我可以跟大家直接分享啊，就是我最近刚好这两天都有很多的机会跟银行的那个里面的产品 PM 做这个接洽。那这个案子其实是我之前刚好有机会跟某一间大银行就是有接洽这样子。那今天中午跟他们约了时间碰面，那碰面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希望就是四月份的时候能够让我来协助推广他们的某一张信用卡。对，那这张信用卡到底是什么卡片，是什么活动，是什么优惠，请大家拭目以待，我们就是下礼拜就会揭晓了，就是四月初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还在上签程，那那笔预算的话还要等长官核可之后才有可能会过来。对，那为了要展现就是我合作的诚意嘛，所以就是除了基本的合作条款之外，我还要加码送东西给大家，就是这个。假如说这次的玩法是有点集聚式，就是比如说这次来跟团的人来办这张信用卡的人有超过多少人，然后我就从这些人里面去抽出一个人来送这个 AirPods 2。那如果说有一定的倍数，比如说十个人抽一个，那就二十个人就抽两个，然后越多人办的话，就几率就越高。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每个人都送一个 ？Come on， 那个一张信用卡的 commission 不贵才，你看玉山拍钱包揪一个人也才300块而已，那我要送一个6000块的东西出去，我要揪多少？20个人，就20个人我在打平哎，所以这个就很难每一个都送，好，所以请大家也就是不要为难宝可梦，就是我会尽量把我拿到的利润接近一半，好，就是再把它拿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这次玩法是这样，就是说那间银行他们有额外再拨预算给我，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喜欢这个东西，因为我也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要特别办一个活动，然后来就是答谢这些来参与揪团的人。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不困难，因为就是跟官网，就是从官网办卡，或是从其他部落客办卡，跟我这边办卡的选择，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想给你们的手刷礼，好，满额礼都是一样的。但是跟我这一团的话，你就是有多一个加码的抽奖机会。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产品的话，刚好又有需求想要使用这张信用卡，就可以密切的关注我的粉丝页。好，我在四月初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活动上架。那你有兴趣就赶快来揪团这样子。